我来这边上课之后呢，是真的把你从一个投资美股的新手，然后告诉你股如何挑选一个很安全的标的，让我可以不用天天很紧张的盯盘，然后可以好好睡觉。上课的时候有一些简单系统化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共通的语言，可以共同讨论股票。我发现股票其实呢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困难，而且非常简单。这个教我们真正的用科学的方法去学习投资美股之外，它其实很强调就是个人的心态部分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难得。单元的地方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，就是看到你会，是老师会很有耐心的回答你这些不懂的地方，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。如果你真的不了解，其实老师或者是志工都会带着你，就是把你教到会这样子。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话，最终都会有好的结果。在课程结束之后啊，会找到我自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自己组读书会。上课之后呢，我们两个的话题会渐渐的一致性，就会问说，哎，那你那只股票研究了没？投资之外，他还可以开非常多的小课程让你学习这样子。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太会精算成本，就是他们开了很多 for free 的课程，但这些课程是在外面要收费的。我目前投资3个月，然后已经赚了400块的美金，每个月都会有固定2%现金流。那我从投资进来半年，大概有10%这样子。每个月就是大概会有2%左右的现金流。那我目前快一年的绩效，我大概是15到20。很推荐大家一起来这边，在画面前面的你们也一定可以学到，谢谢。如果一定要选一个课程来听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课程是非常值得你来听的。对，赞，耶。巴菲特线上学院，投资教育领导品牌。